青兰，你家大米放哪儿了？青兰，大米放哪儿了？你干嘛？做饭呀。你还吃得下去啊？大家都得吃啊，爸妈岁数大了，忙前忙后一天了，那回来不得吃点东西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娘家去。我后天才回门呢。 船家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公安过来抓人怎么办？幸福，你先走，真要过来抓人，我就说人是我砸的，我去顶罪去。走啊！你顶不了罪，我也不走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 姐，问一下卫生院咋走？往那边走，看见前面有一个红十字就到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柱子妈，这是不咱们村那个老王家的新媳妇儿啊？就是她，那真是她把船家脑袋开瓢了。可不是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哎呀妈呀，太吓人了，那血流的哗哗的。哎呦，她真不知道好歹。 你说船家到他家是给他们家去助兴的，你说他怎么就动起手来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你说这么好看的姑娘啊，动起手来也真够黑的。他真的还动起手。婶子，我是王家的新媳妇儿，我叫何幸福。我今天把人打伤了，那是因为他们欺负我妹子。我这当姐姐的不能坐视不理吧？就这么个事儿，你们别瞎猜了。这么脾气，还真是个厉害的主啊。 你好，我想问您一下，今天有没有一个脑袋被砸伤了的人来看病呀？你说的是万传家吗？啊，是，有啊，脑袋上开了一个口子，缝了三针呢。嗯，听说是被王家新媳妇儿给打的。嗯，那严重吗？有没有说送到什么县医院去？嗯，那不就是他吗？ 啊，那不就是他吗？哎，能不能注意点素质？这是他们哪儿啊？卫生所啊？啊，你影响别人怎么办？走，他妈什么？忙了好不容易去趟医院啊！我来呢。喂，妈。幸福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妹妹这一回来，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，不吃不喝，也不搭理我。你快跟妈说说，到底怎么了？我这结婚，他们村里边闹婚。 幸运给人欺负了，你好好哄哄他。我这现在有事儿，我等会儿再跟您说。